给大家介绍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女神，她叫蔡云熙，在 ins 上的也是 rexc 四一三四，目前在 IG 上已经积累了二十三万粉丝了，在当地可以说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网红了。作为一名职业网红与模特，蔡云熙对于自己的社交媒体维护的是相当不错的，她的更新频率很高，能达到一周三到四更，目前在 ins 上的更贴量已经接近三千了。多年如一日的更新，加上她本上就不错的颜值与身材。 蔡云熙收获那么多粉丝的关注与喜爱，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。作为一名网红，蔡云熙的颜值自然是非常出众的。她的脸型非常不错，介于瓜子脸与圆脸之间，看起来圆润却看起来有棱有角的。蔡云熙有一双非常有神的眼睛，加上一对柳叶眉，让她整个人看起来有些英气。她的鼻梁不算特别高挑，但看起来比较自然，而且很顺滑，加上一张樱桃小嘴，蔡云熙整张脸看起来很有层次感。 蔡云熙的身材是属于那种隐藏型的，她日常不会刻意晒出自己的身材照，但从她的各种照片来看，她的身材不算劲爆，但也非常不错。她有一双大长腿，看起来非常吸引人。她的腰身纤细，但并不干瘪，是稍微有点肉肉的感觉的。她的上围虽然不像之前介绍的几位网红那么突出，但也是非常傲人的。再加上她紧翘的臀部，让她整个人的曲线看起来是非常玲珑的。另外，由于蔡云熙日常很喜欢运动。 他整个人看起来是非常健康、真实的。他经常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跑步、健身之后香汗淋漓的照片。作为一名网红，蔡云熙的日常生活丰富多彩。他经常去海边戏水，也会去各地品尝各种美食，欣赏各种风景。他的穿搭风格十分多变，不管是简单的小吊带，还是性感的泳装，亦或是高贵的晚礼服，在他身上都能显得熠熠生辉。在积累了大量的粉丝之后，蔡云熙也会进行带货。 他会分享一些零食和化妆品之类的东西。另外，蔡云熙还是一位才女，她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晒出那种看起来艺术气息满满的大段文字。